现在呢，露露在为我们做刚才做的第一批视频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们的视频怎么样？视频还在生产中，虽然还没有生出来，我觉得我还是在学习中，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。对着镜头认真说一遍。我要做女脸。我们期待他的新作品，掌声在哪里？好尴尬，没有人鼓掌。拍大腿。 Hello 大家好啊， 我们现在正一起前往学校，因为现在学校有一个意大利的节日 Italian Festival，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校 Enjoy our weekend。 我们就说出国的都是土豪这个问题吧。土豪，今天妮娜的男朋友真正的真土豪来接我们。真土豪，我不要黑我，哎嗨。注意安全，我们现在正在去的路上。We're heading to school。 因为觉得视频的拍出来大家都觉得好挫啊，明白，给大家造成了误会。我们也帮他解决问题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声音太小，比如说吃相不太好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第一份视频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感想。所以等一会儿跟着大家，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意大利一身风情吧，拜拜。OK， 今天是上一个视频的第二天，然后他们让我在去面试的途中去来录一个像。刚才有跟我的面试官讨论，他说 ：“Oh， you don't have to wear business casual， so 我就穿得很随意。”这是一个 part-time job， 希望我会成功吧。Hello， 我们已经到啦。现在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园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，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啊。非常的惊恐惊悚。我不要去试。那你身高可以。滚。哇，这海绵娃娃头丑爆了，简直！啊，这边有好多好多的人，都是小朋友玩的项目。快来看看我们在 Italian Festival 吃的 ice cream， 这个很美国式的 ice cream， 有很多，都是一个个 Italian style。哦，这 Italian style。Yeah，Italian festival。这是 chocolate 的味道。Chocolate candy。Cotton candy 是棉花糖的味道，还有香草。Vanilla 一粒一粒的，快吃给我们看。我现在呢，在一个咖啡厅里等待去面试，然后这是一个在City Soho 附近的一个咖啡厅，我还在等他，他在大概几分钟之后就到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周围的人。为什么你是我？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一个卖意式油墩子的地方，它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吧？叫做 Zippo， I don't know what it is。 涛哥在帮我们买，涛哥打个招呼。涛哥一脸无奈。看来这就是我们刚才买到的，有点像油墩子的东西，但其实它不是油墩子，有点像上海的那种早餐糯米饺糖饺那样甜甜的，外面包着糖衣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廖哥买了一杯，刚才我去买了一杯 draft beer， 然后去买 draft beer 的时候，因为美国饮酒要21周岁以上才可以饮酒，那个老外卖酒的人就说，但是你长得很年轻， you look young， 然后就对我说，亚洲人不显老， Asian people never age。 其实我真的很老，快看我的皱纹，看我的皱纹，皱纹真的很老。这狗可馋了，我们刚才喂它吃东西，它都蹭一下就跑过来，干嘛对着它的菊花？小对象而已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面试完了，然后现在在回去的路上。Right now is in the city， in the Manhattan， 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纽约，就是大部分人觉得纽约是一个相当于
北京这样的地方，但纽约其实是一个州。纽约的纽约呢就相当于在曼哈顿地区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曼哈顿。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曼哈顿的一角呢，可以看到的是天很蓝，因为在国内也很少看到这么蓝的天了。现在呢我们开到了 Queens 啊，皇后区，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公寓。公寓如果在租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般要求有 credit record， 然后是你的信用记录，还有一般要你的 income statement， 是你的个人收入证明，还有比如说你的 tax information， 就是你的交税证明，才有资格进入 application。 就现在我们家屌丝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四个屌丝的状态来看呢，我们是不太有机会住在公寓里面。我们现在在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小帐篷一样的，里面有好多人都在听你唱歌，就是意大利风格的风情的歌手，可能是自己喜欢的附近的乐队吧。好多人好玩的听音乐，还是很美的吧，虽然我们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Hello， 我们现在正在吃晚饭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是难得的出来吃了，去 Red Lobster 吃虾，因为现在有一个活动促销，所以个人要吃两个。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场了，这是家庭的一大家子人。你在瞧 pose 吗？我一紧张我就想到21岁，我就说我21岁，然后突然想的又不对，好无趣哦。对啊，我说很多人都会这么说，然后我讲不下去了。